3月28日，音乐人李延亮晒出陈羽凡在录音棚的近照。陈羽凡自从因涉毒被拘留之后，就淡出了公众视野。久未露面的陈羽凡与友人一同现身录音棚，整个人显得十分低调。照片中，陈羽凡身穿深色上衣，衣着时尚，头发上抹了发胶，看起来很精神，整个人状态看起来不错。照片中未见陈羽凡拿起任何乐器或是唱歌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